喂，喂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喂喂，晚上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晚上好。什么？先给大家伙推荐一下好玩的手游啊？啊，行吧，那先开个上电视。上来就让我推荐好玩的手游。哎呀。一白发刚才问的，我也看到了，确实确实我也看到了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！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于和伟代言的绝对高质量策略手游啊，叫《文明与征服》。在这款游戏当中，咱们可以扮演中世纪领主，选择六大文明，召集李世民、凯撒、埃及艳后等传说名将，集结华夏连奴兵、罗马盾兵等传奇兵种，逐鹿天下，成为王国霸主。游戏画面非常的细腻，已经获得了苹果商店的官方推荐，而且操作丝滑，征兵不消耗任何资源，免费加速兵力产出，战斗场面超大，6000对同屏大混战，指哪打哪，让你一次战个痛快。最重要的是对新手特别友好，不卖 VIP 也不卖资源，绿色公平策略，只要平民花点心思，哪怕豹子头林冲也不会被土豪随便欺负的。现在公测福利超多，登录就送传说级英雄秦始皇，完成主线任务更可送150连抽，爆率高，不锁卡，还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元的六福珠宝联名金条。在这里，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直播间的这个特殊礼包码啊！进游戏之后可以输入"文明666"和"文明888"，立即获得直播间福利大礼包啊！这会儿真是入坑的好机会啊！这么多福利只有公测才有，大家可以点链接啊，扫描一下二维码，赶紧进游戏抢一波福利吧！链接在屏幕左下角啊，链接在屏幕左下角。然后我们每次从下一次开始，每一次做这个游戏推广的时候，都会送出这个弹幕红包福利啊。弹幕红包福利厂商比较大方，每天都送10个啊。下一次推广是送3个，再下次推广再送3个啊，最后一次是送4个。然后大家记得这个弹幕抽奖格式，画面正上方啊，不能重复中奖啊。注册账号真实有效，每天和大家说一说啊。昨天注册的10个账号转账都已经到账了啊，因为账号真实有效，且没有这个重复啊。最后就是他注册的这个账号啊，没有出现第一天的那种什么8位数、10位数的手机号码，好吧？给大家再交代一下，谢谢不露留白送的一个粉丝牌。好，开始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了，先搞一搞这个漫漫长夜，Long Dark。下一波推广的时候再发，同学们。这波推广因为昨天没有出任何问题。哎，我看看啊，那个小程序虎域在什么地方？稍等一下啊。啊，虎域在这儿，看到了。谢谢橘子汽水送的狂卡，感谢夜愿送的狂卡。啊，同学们可以先把那个先发出来，对，到时候你之后直接复制粘贴一下就行了。感谢混起来668送的一个狂复卡。生存模式更新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分屏是精巧故事模式啊，这应该是组队的吧？非叙事性探索，死亡是唯一的终局，有明确目标的体验，需要1到3个小时的挑战。继续游戏。
昨天是躲在车里下了车，啊下了线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一鼓作气要冲上去，冲上去的话，从时间上来看，应该差不多是够的。负重有点大，稍微。感谢 TYY 老板开通的一个守护，谢谢 Luck 大老板送的10个狂火卡，还有66个超火。All I can think about is food. 倒也不缺吃的，该吃就吃上。下次干脆给他吃饱算了。不过我现在没有烤肉，没有烤肉直接吃饱，这个身上的小干粮有点影响，毕竟是救急用的。尤其是这个麦秆儿，它根本不会腐坏。又是一辆车。这哈欠打得好真实，特别的真实。啥也没有，后备箱、后车座啥也没有，有吗？啥也没有。前车座看一眼，前车座基本上，哎，有粒子弹。拿到枪之前给了好多子弹，左轮枪子弹、步枪子弹，经常看到子弹。这雪还大起来了吗？什么声音？前面看看离目的地还有多少，快到小屋了。这里山体发生过坍塌，早说啊，大哥，我现在怎么办？这缝这儿能挤过去吗？呀，得还得找地方绕过去，我的妈！这闯祸了，体力值有点不够了。主要体力值一旦不够，效率就特别低。这里确实是可以绕的。从旁边山体绕过去，大概三分之一的体力，疲劳度还剩三分之一啊，有点危险，万一眼睛要闭上了就走不动了。呀，我现在存个档吧，不行的话等会上个车吧，要不，存个档吧，不行的话等会上个车。哎呦，存档还存出输入法出来了。车里睡一觉，我不知道车里这个温度能保持多少。没有生火的话，如果在深更半夜温度降得特别低，车里温度保持不住的话，就嗝屁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冲过去吧。呀，有点危险，还剩四分之一的疲劳值，有点危险，确实有点危险哦。这咖啡该煮还是全部煮满比较好。这里还得绕。哦哟，糟了，这条路看上去很难绕。